历代志上第五章一节，以色列的大件原是流便，因为伊帕拉三老伯的名称，以大件的名分就归约瑟，干那照家谱，伊无算大件。二节，犹大赢过一切的兄弟，君王也是对伊来出。大件的名分却归约瑟。三节，以色列的大件流便的件是哈洛、法罗、希苏伦、加米。四节，用你的件就是西玛雅，西玛雅的件是高杰，高杰的件就是西美，西美的件是米迦，米迦的件就是利阿雅，利阿雅的件是巴力，巴力的子是比拉，这个比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，和阿述王提吉拉比尼色掠去。七节，伊的兄弟照宗族照家谱做族长的是亚利、撒加利亚、比拉，比拉是阿萨的子，阿萨是洗马的子，洗马是用尼的子，用尼所徛起的所在是对阿若尼。直到尼坡甲巴勒面，佮对东刷到比拉河这边的旷野，因为因伫基列的地精神真济。十节，扫罗的时，因甲下加人交战，下加人倒伫因的手下，因就伫基列当兵的专地，徛起伫下加人的步兵。十一节，加特的子孙伫流便对面，徛起伫巴山的地。刷到撒加，因中间有做族长的用尼，有做副族长的撒番，也有亚奈，甲徛起伫巴山的撒法。十三节，因宗族的兄弟是米加勒、米苏兰、示巴、约奈、亚干、西阿、希别，共七人，这些拢是阿比海的子，阿比海是何利的子。何利是亚罗阿的子，亚罗阿是基列的子，基列是米迦勒的子，米迦勒是亚西苏的子，亚西苏是亚哈多的子，亚哈多是布苏的子。十五节，有哥尼的孙阿比迭的子阿希，这些拢是做族长的。因徛起伫基列，甲巴山，甲巴山的象征。甲沙仑的交野，直到四位的交界，这些人伫犹大王约坦的时，甲伫以色列王亚罗波安的时，拢记伫家谱。十八节，流便人、加特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派的人，会掼金牌、甲刀剑、挥剑射箭、出征高山台勇士，共有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人。十九节。因甲下加人、伊杜人、那非斯人、罗达人三战，因得到神的帮助，下加人甲军队下加的人拢交伫因的手，因为因伫战争的中间呼求神，我靠神，神就应允因。二十，因抽掠下加人的精神，有六得五万只，有二十五万只，二两千。各有人十万，敌人受台死的真多，因为这个三战是出自神，因就点伫敌人的地，直到受掠的时。二三节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徛起伫迄个地，对巴山刷到巴力希文是尼尼，甲希文山，因的族长是伊弗、伊西、伊勒、阿苏勒、亚利米。何达威亚、亚蝶，拢是大官人的勇士，是有名声的人，也是做族长的。二五节，因得罪因列祖的神，对迄所在的百姓的神惊吓因，这百姓就是神伫因的面前所独灭的，所以以色列的神激动阿述王破裂，甲阿述王提吉拉比尼色的心。因就将流便人、加特人、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掠到哈列、哈珀、哈达、
甲高山河边，直到今仔日还伫遐。